我是黑羊小队的队员尤莉。那个，我可以问一下指挥官你的名字吗？哎，问了不会被处罚吧？嗯，真是个奇怪的名字呢。啊，我没有说不好听啊。警告，警告，天空出现大型次元门，次元受入侵了。总之，把怪物全部消灭不就行了吗？是，有我在，他们休想破坏战舰。有剑就行，在他们击中我之前，我会先把他们打飞的。小心点，这次敌人入侵好像伴随着时空震荡。啊？什么震荡？算了，放心吧，我不会。有什么困难的？尤莉，通通砍吧！你所在的活体战舰上有最强大的超能力反应。哎，看来我的运气不错嘛。你的直觉竟然比我的运算能力还强。哎，你这是嫉妒吗？嗯，好了，我这就去把敌人的首领打倒。等等，有个巨型的次元兽冲过来了。有点厉害啊，这大块头。更强的敌人嘛，在这里已经感受到压力了呢。指挥官，这场战斗结束，记得给我加工资啊！一击必杀！指挥官，我刚刚是不是睡觉了？时空晕眩还没散去。人？这里怎么会有人？黑羊小队，没想到回来第一个遇到的还是你们。你知道我们小队？你到底是谁？我是一切的开始，也是一切的终结。现在历史将从你的死亡重新展开，迎接审判吧。尤莉，小心你面前这个是什么声音，刚才出现时空乱流，然后他就出现了。管他是怎么来的，打出手。蝼蚁还得垂死挣扎。我不能倒地冥宅。这难道历史
久没有好好休息呢？报告指挥官，我回来了，活下来了，还以为死定了呢。那个指挥官，你没事吧？什么？师赫不见了？特警队能找到他吗？要不我也去帮忙吧。奖励什么的以后再说吧。我能去找师赫了吗？据资料显示，如果一个人对异性表现出急切的关心，证明对此人抱有好感。所以尤莉，你是喜欢师赫吗？修哥，你胡说什么？我只是关心队友而已。人工智能都像你这么八卦的吗？我只是对人类的感情表示好奇而已，呵呵。还呵呵？你真的是人工智能吗？我不管你了，我要走了。什么？次元兽又出现了？如果师赫还在那附近的话，不好，我这就去。手枪的使用已经很熟练了，马上就让你见证我的实力。哪来的？是跟着活体战舰掉下来的吗？调查什么的就交给你了，指挥官。我去把这些次元兽消灭掉。驱逐完毕，多亏了你。我叫伊恩，特警队队长。我是尤莉，黑羊小队的队员。伊恩前辈，你有没有找到我们队的师赫？师赫？哦，那个阿尔法女王的儿子。我不是很清楚，这附近的伤员我们都已经转移到医疗部去了，你可以到那里确认一下。好的，谢谢前辈。一击必杀。指挥官，我刚刚是不是睡着了？尤莉，你回来了，我已经获取了医疗部的伤员信息，里面并没有师赫。是吗？那他会不会落到了其他地方？那不能根据这个什么什么器找到他吗？指挥官，接到 Union 最新指令，牧羊人号的黑匣子在迫降过程中丢失，黑羊小队需以搜索黑匣子为最优先任务。什么？最优先任务？师赫还没找到呢。优先任务吗？好吧，那师赫就拜托你了，一定要把他找回来。我这就出发去找黑匣子。这就是西城三街吧？这地方有点大。嘿呀，我仿佛听见有美女在呼唤我。
伊恩前辈，你来了。哎，你手里拿着什么？这是信号接收器，你们指挥官让我来协助你寻找黑匣子。哦，这样子啊，那我们一起找吧。啊，等等，那是什么？次元兽，这里怎么会出现次元兽？超能力探测器没显示这里有异常波动啊。你的机器坏了吧？哎呀，别管那么多了，打飞那些次元兽再说。跑掉了，不过这些次元兽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不知道，他们跟上次在停机坪出现的次元兽一样，都是在超能力扭曲率正常的情况下出现的，这太奇怪了。得尽快找到他们出现的原因才行，总觉得他们还会继续出现。哦，对了，你那个探测器呢？快看看黑匣子在哪里。差点把这事儿给忘了，等等，我看看。啊，黑匣子的信号在移动。什么？黑匣子被带走了？是刚才那些次元兽。知道我有多强了吧？总之，把怪物全部消灭不就行了吗？哦，尤莉来了，次元兽的反抗很激烈，差点就让他们跑掉了。没交出黑匣子之前，他们休想逃跑！还上啊！为了我的工资和黑匣子！夺回成功。来晚一步呢。啊，狙击手！狙击失败，敌人增援部队赶到，撤退。已经逃走了，幸好你们及时赶来。不然恐怕他不会这么轻易撤退的。嗯，既然黑匣子已经找到，你先带他回去，那个狙击手我会派人去调查的。知道我有多强了吧？
被封印者尤利参上。那么着急，这东西有那么重要吗？哦，对了，我刚才遇到一个狙击手，他很有可能是冲着黑匣子来的。总有种会被再被狙击的不好预感，我要打起十二分精神才行。放心吧，指挥官，我会保护你的。走吧。总之，把怪物全部消灭不就行了吗？尤利，你们怎么跑？哈，烟前辈，你也来搭飞机啊？搭什么飞机啊？次元兽在机场里出现了。抑制器正常运转，但就跟前两次情况一样，次元兽都是在超能力扭曲率正常的情况下出现的。好的，岩前辈，上来。完毕。没有飞机，那你怎么去总部？谁会这样做呢？恐怖分子吗？知道我有多强了吧？指挥官，应你的要求，我已经联系了大都市分部，秘密派遣了武装直升机到西城无人区接应你。啊，秘密派遣？什么奸细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秘密通道，小声点。那我们快走吧。啊，出来了！这秘密通道真长啊。原来是这样，那我直升机不会来了。他已经被缇娜摧毁。啊，是你，那个偷袭我的狙击手。这次可没有特警队帮你了，交出黑匣子，否则你将被缇娜终结。不行也得行。我目标反抗，开启恶灵，你休想伤害指挥官。所有阻碍缇娜获取黑匣子的通通消灭。你过了我这关再说。你的超能力很强，但是缇娜更强，死吧。妖怪射击，
然这么强。糟了，手脚动不了。终结吧。啊，怎么会这样？程序错误，无法执行击杀指令，脑不回路出现紊乱，程序错误。啊，他怎么了？错误误命令输入错。一击必杀！指挥官，我刚刚是不是太大了？行动都失败了，运送黑匣子的任务完成不了了。什么？黑匣子不是一直由你保管吗？你怎么把它送出去的？原来我们只是诱饵啊。指挥官，你好厉害。指挥官，已经找到恶灵的相关信息，他现在隶属于帕切斯的红狼小队，直属上司是监察官克雷亚，需要我帮你连线他吗？黑羊小队的指挥官吗？找我有什么事？你是说那个恶灵缇娜吗？他已经破解了我们的控制项圈，叛逃出帕切斯了。怎么，他做了什么吗？是的，我们也在通缉他，等我们抓到他之后再说吧。哎，等等，红狼有人在云谷看见他了呢。能帮到你是我们帕切斯的荣幸。再见，指挥官。使用已经很熟练了，马上就让你见证我的实力。手枪的使用已经很熟练了，马上就让你见证我的实力。全部消灭不就行了吗？根据克雷亚提供的信息，
恶灵缇娜最后出现的地方就在云谷的这一带。嗯，指挥官，次元兽，前方发现次元兽在活动。不好，那边好像有人。啊，是难民。是超能力者。哼，又一个会说话的次元兽。大惊小怪，要掌握你们的语言实在是太简单了。恶灵，你果然在这里。缇娜要保护库里扎里德，虽然缇娜不喜欢次元兽，但命令需要执行。你们快走开。缇娜，无可奉告。缇娜不可杀人的设定已经解除，立即走开，否则就终结你们。知道了，战斗过一次，我已。我还没进化完毕，不是冲突的时候。我们确认，掩护目标击中。你们，士兵们，拦住他。给恶灵和那个会说话的家伙逃掉了。那这些难民呢？一击必杀！指挥官，我刚刚是不是在这儿？游历台上，官来电。指挥官吗？听说你和恶灵接触了，抓到他了吗？库利扎里德吗？我这里正好有这种次元兽的资料呢，如果有他的超能力波动参数的话，还能制造追踪他的仪器。哦，那真是太好了，我把资料发给你，加上参数足以制造追踪仪了。听说西城的百鸟博士技术不错，可以去找他看看。指挥官怎么可以这么说呢？我们帕切斯一直都是 UNIO 的友好合作集团嘛。那么辛苦指挥官了。指挥官你好，事情我已经从休格给我的邮件里了解了，有了帕切斯的资料和你的参数，这个追踪仪很快就能制造出来。不麻烦，制作新仪器也是一种乐趣。其实我对恶灵更感兴趣，听说他是机器人却能使用超能力，我很想了解一下他的身体构造呢。哎，百鸟博士，你居然对这种事情感兴趣。是啊，这可是一种很前沿的技术。对了，听说尤利你的超能力很晚才觉醒，你方不方便让我研究一下你的脑部神经回路？脑部神经？博士，你这是要切开我的脑袋吗？我不要，我不要。
开个玩笑。好了，指挥官，追踪仪做好了。全部消灭不就行了吗？这里，这里是我的高中啊！次元兽藏在这里吗？不好了，那个酷什么的次元兽发觉了我们的行动，召唤出一大批次元兽出来四处破坏。队长，不好了，前面发现有学生被次元兽困住了，在教学楼那边，道路被次元兽堵住了。在那边吗？我这就杀过去。尤利，那边有很强的次元兽。安心了，哼，我也是很强的。又是你，你怎么会知道我躲在这里？我也没想到你就躲在这里。是你把我的同学困住了吗？快把他交出来。同学？有人在这里，难道被发现了？什么被发现？罢了，把你们都干掉就不会泄露秘密了。竟然有这种实力，要不是我正处在特殊时期。废话真多，受死吧！快走，缇娜掩护。切，又是你恶灵。被他们逃掉了。被困的学生救出来了。尤娜，是你？你怎么会被困在那里？又不是我想被困的。这里很危险，快离开！别对我下命令，我自己会走。知道我有多强了吧？起来，那和你没关系。我想在哪里干什么是我的自由，不是吗？干嘛这么冷冰冰的回答？我们不是朋友吗？我才不会是你们封印者的朋友。真讨厌，为什么学校会出现次元兽呢？该不会是来追你们封印者的吧？哼，你们自以为是封印者就嚣张跋扈，才把次元兽惹急的吧？所以他们就闯到了学校来。尤娜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说？虽然你讨厌封印者，为什么连我也一起讨厌？你们这些封印者平时在学校里耀武扬威，像世赫就连上课时间也敢玩游戏，要是换做别人，老师肯定把他的游戏机没收了，还不是因为他是封印者，老师才特别优待的。还有你，一声不响就当了封印者，你不就是不想跟我们普通人做朋友吗？我没有，我还特意去救你了。谁用你救了？
我是故意留下的，我自己一个人也能走，我只不过想看看次元兽长什么样的。看次元兽？你是为了这个才留下的？哎呀，万一受伤了怎么办？用不着假惺惺的担心我，你们封印者哪有时间浪费在我们这种普通人身上？不是那样的，尤娜。别说了，我所认识的尤莉绝不会不和朋友说一声就决定成为封印者的。让开，我要回家了。我问了尤娜，她是为了看次元兽所以留下的。可是尤娜说，成为封印者的我再也不是她的朋友了。真没想到会这样，我还以为成为封印者之后只会有好事出现。我知道尤娜不喜欢封印者，但怎么也没有想到她也会对我这样。指挥官能这么说我很开心，什么时候尤娜也能对我这样就好了。哎，别再说这些令人郁闷的事了，现在更要紧的是我该怎么做。很复杂的样子。哎呀，指挥官，你还是直接说我该干嘛吧。什么？次元兽为什么？精英一直很坦荡，就算来帕切斯有什么事吗？我是帕切斯的精英成员杰克。